嗨，大家好，我小韩。这两天79块钱这个梗好火。今天晚上我打算用79块钱做一顿饭，看能做多少个菜。就来村里的这个超市买了。哇塞，这菜真便宜。妈妈，我要蒸的鱼。好，妈妈买条鱼回去给你蒸。好。这个鲈鱼卖挺贵的，22一斤。买点甜腿肉给小罗炒辣椒。再买点这个蘑菇回去打汤。菜买好了。下雨了，你们俩不要在这商量了，好不好？快点先回去吧。你们两个小朋友就在这玩，妈妈去煮饭了啊。爸爸，现在把饭煮了，先再来弄菜吧。不用煮爸爸的饭了，爸爸他在爷爷那边吃。哦，你把你的鼻涕都擦一下吧，都流出来了。很意外呀，我还以为等下会回来吃饭呢。大家看看今天买了啥，这个火龙果10块钱4个，这个葡萄22块，这个鱼24，买点山药，明天早上给肚肚煲粥吃。还买了点这个甜腿肉，买了点这个蘑菇，给它打汤用。总共花了78块9。说真的，79块钱我们省一省的话是可以一天至少吃一整天的。所以很多人说79块钱不会花时间吃饭。先把鱼给它蒸着先，这边卖这个鱼就挺贵的，可能要22一斤。我记得之前买的就19块钱一斤。今天小罗不在家，今天菜都不用炒。一个蒸鱼，一个蘑菇汤。哇，居然忘记了家里面没有酱油了，还得下去买个酱油先。今天是要蒸鱼，要用到酱油，我才想起来。妈妈，我要去。你也不去了吧？外面下雨了，你跟姐姐在家里面玩啊，我很快就回来了。好，妈妈爱你。好，我也爱你。老板说没有蒸鱼吃油，买瓶酱油吧。昨天我在网上1毛钱买了一颗大蒜，然后结果他给我发货的时候是发了一个番梅子过来，然后我这老板不给我补了一个，结果今天真的给我补了一个过来。看着这个鱼，鱼放点葱，一点热油。其实葱应该早点放下去，让它再蒸一下焖一下的。这边来把蘑菇给洗一洗，我都不说这边的物价太贵了，不会一点猪肉打汤用完了。没有，我就刀都鼓励给我加工手指过来了。想被我加工给我磨刀了。肉丢进去，这边这里放三斤，但又有肉又有蛋，我有菜。最后就点葱、加盐、火锅。怎么又来吃饭了？快过来给你吃鱼肉。不要不要，吃鱼肉会变聪明的。妈妈给我。给你啊，哦，来来来，让姐姐聪明。吃鱼的小朋友最聪明了，是不是？那我也。你也想聪明吗？你想小小聪明还想大大聪明？大大聪明。大大聪明啊，来来来，大大聪明来喽。有酱油哦。眼睛吃了会不会长眼睛？眼睛就会长很大。会。妈妈长大的嘴巴。他嘴巴大大。妈妈，我要吃采蘑菇的小姑娘采的蘑菇。好，这是采蘑菇的小姑娘。妈妈，我也要吃的。好。我喜欢采蘑菇的小姑娘，但是好烫。等一下再吃呢。妈妈也来吃这个鱼汤好不好？闻着挺香的。对啊，妈妈吃蘑菇会怎么样？妈妈。吃蘑菇啊。吃蘑菇皮肤会变滑滑，因为蘑菇也滑滑的。果然还是套路最好用的。妈妈还要吃蘑菇啊？你小子想下班了是不是？